林嘉佑他就是一个北兰人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们冷静，他在墙还有手一直抖。其实钱姐蛮接近我的理想，因为钱姐跟我同一天生日。哦，真的？对，所以我们可能蛮合的哦。并没有，并没有，不要瞎掰好吗？因为大家一直接不到球，我这个其他的。OK， 大家都知道历史课本上的施琅，施琅，如果施琅他减肥，大家知道他会变什么吗？施琅会变成。我把他加油，加油！你秀吗？加油接球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于 BTOD 全明星运动会的子贤。Hello， 好，现在快问快答开始。第一题，十一个字形容队长林嘉佑。林嘉佑他就是一个。北兰人，哎，等一下，你们冷静，看在墙还有手一直抖。像我跟唱歌很难。唱歌。那你要小唱一段。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？七零八零九零还是Y世代？快乐历史课本答案，就算仔细找也会找不到，背以为背不好。第三题，唱歌还是足球很难？唱歌。B T O 还是全明星运动会？全明星运动会。第五题，你想变成180公分，还是有没有金城武的外表？180公分。他金城武很帅耶。不是泳裤松脱，当兵破百万还是男队总冠军？男队总冠军。第八题，中你旁边的三招是？讲笑话，跳舞，边跳舞边讲笑话。不行不行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我等下可以表演给你看。超市不超市不。讲笑话、跳舞，还有踢足球。好，那这些女生有在那里理想型吗？你说全明星第四季吗？对。其实钱姐蛮接近我的理想，因为钱姐跟我同一天生日。哦，真的？对，所以我们可能蛮合的哦。嗯，并没有，并没有，不要瞎掰好吗？除了钱姐之外，没有了。陈瑜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蛮好笑的。就是你喜欢好笑的。对，我喜欢好笑的。第九题，蓝队延伸当谁？许洋。蓝队一贯说的最不喜欢谁？嘉佑，因为他打呼。只有嘉佑会打呼。目前好像是这样。蓝队头发。偶包最重哦。对。曼姐。为什么？没有，因为他可能比较不会讲垃圾话。蓝队谁喝醉喝醉了？我们没有一起喝过酒。运动员不能喝酒。全明星第四季以来，你目前最感动的一件事是什么？钱姐哭。辛苦了各位，你们一定值得，真的。全明星以来，你有没有真正动怒走心的一次？有。什么时候？练习的时候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一直接不到球，我一个人替大家。如果你女生犯罪，想跟全明星第四季有谁交往？黄宏轩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完美男友黄宏轩。如果你有100万，你借给嘉佑，我们的德德，那你会借给谁？借给德德好了。德德感觉会还我。宏轩感觉不用跟我借吧？我才是要跟他借吧。我才是要跟他借吧。你说边跳舞边讲笑话。那你刚刚说你的把妹招式，然后你有答应说要你说边跳舞边讲笑话。OK， 大家都知道历史课本上的施琅哈，施琅，如果施琅他减肥，大家知道他会变什么吗？变什么？施琅会变成瘦施琅。后面的妹都笑了。你那是不爱我，我连你都气死。我随时可以开始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加油！加油！帮我拼放倒。
顺的时候，惩罚时间。你很厉害哎。还好吧。哇！哎，贾平要管理一下，要帅要帅帅。模仿一下，红圈红圈。红圈。模仿一下，加油加油。秀嘛，加油接球。要接加油，要接加油，接到球。那辉煌哦，辉煌那个有时候头发比较乱一点。哦，德兴奋的时候会这样。真的假的？第四季第一次的连胜，第四季第一次的连胜，第四季第一次的连胜。嗯，这怎么变大家都知道是吗？同学自己爆料的。同学说的是不是？徐阳太容易放屁。结束活动。